四川话很多地方的话和成都话是不一样的啊，每个地方的方言不大一样，所以说的话一般情况下来讲的话呢，还是说普通话好了啊。因为变压器爆掉了，烧掉了，现在正在抢修呢。对对对。非常这个什么呢，非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